他这边藏了一个字，白色的，非常不明显。表演他的特技的话，零元。真名哦 ，OK。等一下，我是第二棒哎！这个人真的我很怪，我先快凉掉了。拿正的，哎！这么少？第一间是妈妈 pasta， 主要就是吃一些意大利面、披萨的，但是它的蛋糕讨论度很高，那我们就直接出发吧。我超级期待它的甜点，我是一个臭蚂蚁。哇，很精致，有草莓的，然后再有花盘子。哦，它里面是包草莓，是真的草莓哎。对啊。天哪，好像果冻。哦。感觉很好吃。巧克力然后果冻。我先吃草莓口味。草莓味这个超浓，哇，很好吃哎！它这个中间真的是开心果慕斯，绿色那个，它有综合那个甜味。看一下。面它是大人的甜点，这个无味的柑橘，然后加上中间巧克力，也不是特甜的那种。哎，我平常超少来吃柑橘类的食物，这个可以哎。那我现在来评比一下，我觉得平手，因为我不会特别来只吃意大利面或是只吃甜点，我觉得他们要一起吃才有一种圆满的感觉。我也是平手，比较喜欢吃意大利面。他没有被耽误，那我们就去下一间。哇，现在我们来到千叶一个半山腰的咖啡厅，卡哇伊。星级コミナト啊，コミナト，コミナト星级上。他说的秘密基地，他特地做给小孩子玩的冰球咖啡。他的奶味我可以。这个深度我加烂。我看那图，我以为是铁板薄薄的。对啊。哦。卷到我看到了，哇！真没办法一整个切起来。哇，太大了！那个猪肉，菜好甜哦，菜很软。这高丽菜超好吃哎。猪肉是多一个另外一种口感，但我觉得猪肉有一点小扣分，嗯，比较干一点。现在要评的有高丽菜卷、咖啡。单纯讲咖啡的话，日本牛奶真的有赢过台湾。高丽菜卷跟那个酱来比的话，普通。它真的很甜，但是因为台湾的菜真的太厉害，然后牛产品也是很强，对，然后加上那个酱，老实说没有让我太惊艳，所以我觉得没有过，都觉得还好，被耽误就是老板本人的工艺。OK， 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间，今天这间不太一样，被耽误的也不是食物，阿丽，阿丽，我的头。但是有个重点是，他这边藏了一个字，白色的，非常不明显。表演他的特技的话，零元，超级小哎，对，零元，就是直接点拉面，他就可以直接表演，一个一个来，就是从最简单，从店里开始跑，然后到，嗨嗨嗨，じゃあ一旦はい、ラーメンお願いします。了解しました。好，等级一，他有跟着音乐在制作。他眼神，你看他眼神，你要看他眼神吗？有有有。大家是。はい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スーパージャンピング仕事させてもらいます。スーパージャンピング。哇！等一下，面雕太多了吧？太多了吧？アリス、ラーメンです。可以，いただきます。我先吃吃看，他的面，他的面是这样。其实不差哎，不确定台湾人能不能接受。但是如果是嘉系这种口味的话，它算蛮重咸，它豚的汤是有胶质，还不错哎。Level two， 来吧，我来开始吗？他说你要他使用技能之后，你就 one two three， 然后摇这个铃。哎、欸。
我怕吃太多。哈哈哈哈哈！来吃它。哪里哪里 ？Tiger Suplex。哦，这个技能非常的危险，不要模仿。Yes, Tiger Suplex。来。我的分量就没有少，好像会有点吃不完。三等就是出去了。好。一输的，不能我。啊，里面我一点办法。嗨。嗨。哦，接力跑啊！接力。他说要练习一下。嗨。嗨。OK OK OK， 真名 OK。Hey, first of all, go ahead. 等一下，我是第二棒哎，我要先去对面。大刀到底在哪里？日本人觉得我很怪，我现在快凉掉了。你先去，我在这边等你回来。面的寿命要结束了，我也想要快点越过平交道。好，我在那边等你。准备开始，一消灭啊！我忘记开怎么讲，开始。太看好了吧！我的面寿命要没了，我要等火车过我才能。大刀，我又遇到了红灯，塞满在对面，准备接我的拉面。你拿正的，正的。啊！超快的，这群人。哦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哎，这么帅！阿里，阿里，耶！哇，成功！阿里，哦 ，level 三。Alice， 先生 ，OK， 老板是有老板的坚持，所以他决定重新只做一碗给我们前所未有的体验。拉面让人增广见闻，谢谢露西。阿里嘎多，我总是这么说。好嘛。じゃあ今日はお世話になります。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。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今天一整天太开心了，还是要进一下我们的评比阶段吧。被拉面耽误的搞笑艺人吗？不是，因为他的拉面真的也蛮厉害的。对，他拉面真的好吃。他在他的拉面上还是很用心，接面的时候他还是重新做了一碗给我们。其实我觉得他的表演也是做面的议题。嗯，都不是被耽误的。对，没有谁耽误谁，有拉面才有他。对。